既然你瞧得起我，那我就跟你说句话。好，那你说吧，老哥。以后啊，你们不要再来找我，行不行？嗯，啊，老哥，我也跟你说一句话。说。有人说，你的儿子是绑架宋燕的那两个人杀的，你信吗？不信。王达与他们无冤无仇，他凭什么要杀他？啊？好，那你认为是谁杀的呢？你走，别说了。我建议立即拘捕是老大宋燕、胖子和瘦子。不，613案立即停止侦查。为什么？不要问了，这是局党委的决定。吴局，你怎么能？白占军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吴局，不要急，我把底子都给你们。第一，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。第二，有关方面的领导打了招呼，要我们以稳定大局为重，不要着急。这第三嘛，还有人反映啊，你们在度假村的行为。吴局，这……咱们不理睬他们，啊，这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啊。展军啊，你们先委屈一下，这个案子就先暂停吧。吴局，是不是有人要行动了？你听说过一句俗语吗？要想一个人毁灭，你就不断地给他权力。我明白。省市有关领导给我们公安局做了指示，要欲擒故纵。方市长，你来了。什么风声？形势不对，走，魏书记，走。飞达。怎么了？这几个月啊，太平静了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。飞达，你现在呀是越来越胆小了，不就几个警察吗？你还是市长呢。哼，还是小心点为好，当心阴沟里翻船。你可真扫兴。来，咱喝一杯。拿着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嘛。说得好。
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哼，还在乎这点小阵势？这几天呀，你好好休息，放松放松啊。你怎么来了？现在是下午2点钟，要是我没估计错的话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给。哦，好好好，哎呀，谢谢你啊。看，你能不能从中看出什么问题来？什么问题？哎，你看，这儿，嘴巴。你再看他。是啊，你看这儿。这儿怎么那么像啊？哎，真奇怪了。还有比这更巧的呢。这个王达的生母啊，就是樊村人，而方飞达年轻的时候就在樊村当过知青。可是那个护林员施老大也在樊村下过乡，也当过知青。你是说这里面一定有联系？你看，这是死者王达生前写的。这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极有可能捅了一个马蜂窝，很可能遇到了一个既狡猾又敏感的对手。不过这也只是猜测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。吴惧怎么说？对于这个案子，吴局的压力也非常大。我们下一步也只能悄悄取证，做到内紧外松。嗯。老大，老大。谁呀？哟，金柱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哎，老大在家吗？谁呀？老大。啥事儿？老方来了，他请你去。哎，把珍珠也带上啊。你看连珍珠都想去了。我不去，你跟他说，我说过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这个人才是，人家是看得起你，老在我面前夸你讲义气是朋友，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啊，如今呐，他可是大官，多少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快走吧。我不去，就是不去。咋了？还让他亲自来请你是不是啊？他也别来，我说了请我，我也不去。我现在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哼，你也别牛，我跟你说，你别以为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。我告诉你，事情已经完全了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。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，3w.994466.com，500万提款火速到账，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了结了，你现在说什么别人也不会相信。我再告诉你，你这个护林员的饭碗还在我手里攥着呢。你要是真的不去，不识抬举也就算了。这样吧，让珍珠跟我去。老方啊，真正喜欢的是珍珠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哼，是老大，你可别给我后悔。哎呀，老乡啊，忙着呢，我想问你们一点事儿啊。
啥事儿啊？那个繁花是不是你们村的？繁花啊。哎，他怎么还没起来呢？你看什么看啊？人家一个姑娘家游泳，你也看啊？哎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今天可是在工作。这样的工作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呀、啊，还是回去歇着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今天可是白队让我来保护你的。哼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、啊，你肯定是看人家一个。哎，那边你。他们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你看，珍珠出来了。跟着他们走。是老大，是老大，谁呀？出来吧你，出来。等会儿。哎，你快上。嗯啊，出来。谁呀？啥事？你听好，有人告你，说你偷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果子狸，有这事儿吗？有啊，不过这是三四年前的事儿了。有，有这事儿，啊？那走吧，到派出所说说去。哎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我找个人行吗？找谁都不行，少啰嗦，快点走。好了，有你什么事？滚一边去，你回去吧。走。珍珠啊，啊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呀一会儿就找人把他给放了啊。你现在没事，正好跟我到旅游区去玩两天，我给你买几件漂亮的衣服，再买点好吃的。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干嘛呀？害怕是不是？哎，走走走，快走。哎，行，走，快走吧。方市长，哎，珍珠啊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个大官啊，他喜欢你。珍珠啊，来，来嘛，坐下，啊，来，坐，坐下，啊，来，吃瓜。珍珠啊，你看这衣服好看吗？你看你穿多合适啊！你看这项链，还有裙带，都是他给你买的。拿着拿着，拿着，你真有福气。珍珠，你看你是又年轻还又漂亮。哎呦，你那个老头子啊，
我听说他整天打你是不是啊？哎呦，这个老东西啊，你看他把你管得也太严了，他整天端着个猎枪。珍珠啊，这要是哪一天呀、这猎枪走了火，他上了西天了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说这些干什么？燕燕啊，带珍珠好好玩玩，见识见识啊，什么舞厅啊，游泳池啊，啊，行吧？好，你就看我的吧，一切啊我都安排好了。珍珠啊，你就在这好好玩玩吧啊。放了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安排。好，再见。小张，把石老大带过来。是。石老大，你这事儿啊还不算完，你回去吧。记住，你可得老实点，别想着上面有人，那不顶个屁用。你还在我的手心里攥着呢。那我现在可以走了？不回去还想赖在这儿？走吧。他刚走，在他家里干，要干净点。走了。怎么了，海涛？赶快去施老大家。方市长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又吃不了你。去游吧。在他家，怎么还没找到？啊，好好好，好的好的，我们等。又是你们俩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都滚出去！我们要是不出去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别动，坐下，坐下。珍珠，珍珠，我回来了，你快出来。别叫了，珍珠可能现在正跟你那老朋友在床上呢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是谁叫你们来的？坐下。坐下，坐下。咱俩商量个事儿，你要老实说，
公安局那个姓白的，你跟他说了些啥？啥也没说。没说。这是你的揭发信，我给你念。市公安局领导，我叫施老大，是黄龙潭林区护林员。几天前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白占军到我们家来，以办案为名，以武力威胁我，强奸了我的哑巴妻子珍珠。白占军一个民警，你胡说，你胡说，没有的事儿。怎么着？你他妈想死是不是？我说有就有，按手印，他妈快点！骗人吧！今天晚上你打算把他怎么办？当然是归你了。都安排好了？放心吧。再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不觉得这辈子活得很窝囊吗？你自己没后代，养了别人的私生子，死了，好不容易弄了个哑巴女人，也是跟外人的玩物，你说你活着干啥？还不如死了好，啊，对不对？不错，还不如死了好。动手吧！我们下手，还用得着跟你商量？这样吧，你最好自己动手，然后呢，我们放一把火，也算是给你送葬了。动手！别动！老大，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。你等着啊！立达。嗯。两位倒是很有情趣哦，
蛮悠闲的嘛。这不是公安局出了名的女刑警上官云珠同志吗？没错。哟，上官小姐，有何贵干呢？哎，你的那位白队长呢？哼哼，怎么，我一个人来不欢迎吗？欢迎欢迎，热烈的欢迎。哎，上官小姐，听说你和那个白队长啊，这个嘛，生活小节，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啊。我们当官的，你们干警察的也是人嘛，啊，是不是上官小姐？没事，别怕。快跑，跟上，快！大哥，这里，站住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坚持一下，坚持住，坚持一下，大哥。来，快点，怎么了？扶他一下，快，好。刚才谁开的枪？别问了，快把他扶下山救治。通知各组，赶快合围。是，走。站住！你们几个把尸体处理一下。是是，张颖，咱们走。哎，慌什么？再好好玩玩嘛，说说话啊。要不把你那位白队长也给请来。是不是出啥问题了？嗯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啊，快，给我要你那个少勇。喂。我是少勇。怎么回事？那两个人已经解决了。什么？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情况怎么样？啊？没啥事儿。少勇说已经把那两个人给解决了，是老大也不行了，应该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少勇，这家伙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跟我说过
是你过去的恋人，不，应该说是你现在的恋人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。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3w.994466.com，500万提款，火速到账，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，对不对啊？我呀，已经老喽。你怎么这样说话？我可把什么都给了你。你说你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给你摘。你说你今晚上要珍珠，我把它给你带来了。你还这样说我？你呀，跟你开个玩笑。你知道为啥要珍珠来呀？啊，珍珠一来，不是把上官云珠也吸引来了吗？啊，可惜的是姓白的那个小子没来。今天晚上要干大事，我就是要珍珠和上官云珠都知道。我方飞达只不过是个好色之徒，一个晚上和两个女人泡在一起，别的呀我什么都没干。明白吗？哦，你可真狡猾。好了，你现在出去看一下。说实在话，邵勇那小子我对他并不是太放心，你出去看看，我在屋里等你啊。怎么样，救护车怎么还不来？张颖，再催一催。喂，请问救护车呢？怎么还没有赶到？请你帮忙催一下。哎，怎么样？我珍珠，珍珠别急啊，救护车马上就到，看着他点。哎，你没事吧，白队？这下你可就放心了。多亏了我的燕燕呢，我呀可以高枕无忧喽。那我呢？你可不能撇下我不管。哎，我怎么能舍得你呢？过一段时间我把你调回市里去啊。真的？实话算数。来了。哎，病人刚刚苏醒，还没度过危险期，你们一定要少问一会儿，知道了吗？哦，好，知道。怎么样，事到如今你还不想说吗？说来话长，那要从方飞达和王达的母亲樊花说起。我和方飞达都是下乡知青，插队到樊花的家乡。
直没有公开结婚。贤惠的范花不愿意让这段私情影响了方飞达。后来方飞达步步高升，人也变了，到处的沾花惹草，所以他更不愿意让这段恋情公布于世。石大哥，石大哥，石大哥，啊，飞达呀，他今天来找我了，我跟他说了绝情话，他一气之下喝了老鼠药。这孩子也只有拜托老哥你了。爹爹，来，小王达，等你长大了以后啊，也一定是个好恋人。好儿子，好啊。老弟啊，今天我把儿子交给你了。好。不过呢，你一定要好好带他。放心吧，大哥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，儿子。爹，爹，起来，起来，儿子，走吧，去吧，爹。有一段时间，他们父子的关系还不错。方飞达还给他儿子找了工作，哎，可是后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谁让你乱翻呢？这些钱啊，拿去随便用吧。啊，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我妈的命。处理掉。是。哎，别别别，哎，别走，干什么干？宋姐，宋姐，宋姐，别动手。
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会遭到报应的。混账！我是你唯一的父亲。